助你的配偶。清静是瑞士花园，这是一个社区。对，他们都有回到他们的老家，开放之后都有回到他们的老家，也有到丽江的，什么都有。没有回去定居的啦。也有哦，其实他们有很多当时跟着蒋介石来台湾的老兵，他们是有回大陆定居的、哦。因为有的其实他们在那边都已经娶老婆、有小孩了嘛。好，这边就开始讲，就是他们在那个滇缅边界那个地方的历史。云南反共救人军。儿子啊，我百分之对你有点失望，就是外面军官的抽身的，本来是真的妈妈型的张小如、张小慈，双胞胎，对，后来把他回归到蒋家蒋孝严，就是蒋孝严的儿子，现在他变市长了，算是有机会的人。对，算是有机会的。蒋氏家族也正式到跟前。对，哎，那谁？蒋经国的老婆，他是俄国人。俄国人，他俄国人，对，过去俄国留学是吧？对，那有很多种说法。对。也是非常低调的一个夫人。现在还在吗？不在，去世。两方人在。我觉得大家互相理解啊，互相尊重才叫什么？不要把政治放那么看那么重。其实中国人国内一件事情，开放一个机会，出来走走，你出来走一走，才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儿。带着一个这种客观的心态去看，有的人抗拒你抗拒没有这个心理，你一辈子就在国内待着，只不要不要当出去，也不要当井底蛙了。他不接受外面新事物，就是给洗脑一套，深深接受。我也没有来过日本，你说什么呢？人家说你要请不会，你要评论，请你来一下日本看你过一次，你才有发言权。你没看过，你有什么发言权呢？对吧？对，刚才台湾那个真人节目不是有一个所谓饮水吗？如果说很冷，我想有一些东西你不知道，你想你就算就已经很糟糕了。有意大利的余震哦，对啊，结果女儿她妈呀，就因为发生在半夜嘛，是主震是7.3嘛，那余震的话是6，然后它晃动的时间没有很长，没有很长来讲的话，其实破坏性就不大，那7.3级那时候该倒的也都倒了嘛，而且很多新建的抗震技术又高了哈。山景享不享受啊？为什么？享受啊！哎呀，开不开心？开心啊！神不神奇？神奇啊！哎呦，不管你翻几个个都不会掉下去的啊！哎，好的。对。哎呀，终于回到文明世界了。啊，你看看，哎，不要拍我的肚子哦，会很大哦。那个。哎，你看。过来，你不快吃雪糕了，要化了。好的，这样太气派。快吃雪糕啊！快吃雪糕，雪糕我给你拿过来哈。不用，我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对。我帮魏军最后帮他来一个这个视频的花絮，两人一起吃个雪糕再过来。哎呀，我们今天这个卫生间都比昨天那个旅馆大。出门享受就是有这种酒店，对吧？哎呀，好了，结束彩蛋分享。拜拜。你应该说晚安。晚安，各位朋友，晚安哦。